说来他们根本就无意和谈，他们是想亡我大宋。宗泽正在相州招兵买马，臣愿意前往辅佐，共同起兵擒王。朕现在立刻就封你为兵马大元帅，你得出城与宗泽会合。京城被围三天三夜，不解汴梁之围，就会城破家亡啊！为得立变之时，不能妄自动兵。皇上，快走！赶紧派兵救回两位皇上。岳飞，你立刻率兵渡河解救二弟。末将遵命。我们得立新的楚王了，才能光复大宋江山呐、啊！汪大人心中可有人选？如今能马上登基的只有九王爷啊。请九王爷择日登基。小王愿意接此重任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京中岳飞